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，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下面我们继续讲第23条境界，处世善界。处就是贪处、贪着的意思，世善就是世间的善定，也就是四善八定。这条界在咱将来无受过四善八定，全然拢无禅定经验的人，根本也无资格犯戒。但是既然有这条戒，嘛是爱说明一下。咱先用简单的白话，甲戒文的前半段讲一下。如果菩萨贪着世间禅定的滋味快乐，即正到禅定，就以为是最大的功德，不必再求上进，安尼就是犯戒，犯正的犯。而且因为有贪着的心，所以是犯着染污气。下面咱甲戒文前半段念一遍：六菩萨见彼禅，以为功德者，是名为幻众的幻，是幻念物气。下面咱把这段解文一句一句解说。六菩萨都是包含所有在家出家的菩萨。第二句，见彼禅，以为功德者。要解说这句，咱先来讲禅，这个功比禅，这是咱时常听到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禅就是心安定的意思，所以禅含定这两字时常连做会讲作禅定。禅定并不是讲身躯一直坐在某一个所在无震动，就是禅，是讲心无动摇。不管境界安怎变化，心拢无对境界起起落落，来起念头起波动。所以金刚经讲：不出异相，如如不动。是心无执着，心无震动，并不是身躯坐咧拢无震动。禅定功夫悬的人，不管办偌济代志，身躯安怎震动，心得拢真安定。禅虽然是安定的意思，但是安定嘛有程度的不同，有的较浅，有的较深，有的较容易受破坏，
因为较不容易破坏。一般分作三大类来讲解，这是叫法华善义的分法。三大类的禅，第一种叫做世间禅，第二种是出世间禅，第三种是出世间上上禅。第一种世间禅，世间就是指还佫伫三界内面，受这种的禅成就是可以升去天顶，但是升天还佫伫三界内，袂当脱离生死的轮回。天的福报若享尽，寿命尽嘛是过对了，袂当超出这个世间，所以叫做世间禅。第二种出世间禅，这是三圣的圣人所修的禅，也就是九处地定。这种出世间禅一定的程度，都已经有够力量，好把烦恼断掉，了生死，所以一旦超出世间的轮回，叫做出世间禅。第三种出世间的上上禅，这就是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定，含寡对和理性的禅定不同款。修这种的禅定一旦成佛，是最上的禅定，所以叫做出世间上上禅。下面咱国家这三种禅简单介绍一下。禅是爱家己实际去修去体验才知影的，咱只会当介绍名称而已。咱先讲第一种世间禅，亦有包含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这个名词，并不是讲有四种的禅，另外还有八种的定，不是这样。是四禅这个名称，伊就包含了四种无同程度的定。咱个名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另外，阁有阁较悬的四空定。前面四禅的四种定，阁加四空定的四种定，拢总八种定。就是一般讲的四禅八定。四禅定那是修行功，是升起色界天。照听到初禅成就就升到色界的初禅天，二禅成就就升到色界二禅天。这样照听到一直起来。那是四空定成就，是生起更加高的无色界天。无色界的无色，就是已经超出物质的束缚，因不像咱这种障碍的肉体，因那边住厝边国土。在这咱小可介绍四空定的名称。第一种叫做空无边处定，第二种叫做色无边处定，第三种叫做无所有处定，第四种叫做非相非非相处定。第一种空无边处定，空无边，伊就是属于空间是无边。无限大，思维空间是无限大，思维个集定，以心念空，只有看到虚空，拢无色法，拢无物质的障碍。思维这集定叫做空无边处定。第二，色无边处定，
色就是意识心色，即是色人。伊是思维，色是无限大的立定，所以名称叫做色无边，色无边处定。第三种叫做无所有处定，受这种定是甲精品空无边、色无边迄款的定拢阁下掉，思维一切拢是无所有的，心都安住在无所有的上立定，所以合作无所有处定。第四种回向非非相处定，因为前面第二色无变处是有心色有相，第三无所有是无相，到这第四的程度，伊甲第二有相嘛下掉去，所以叫做非相，佮甲第三的无相嘛下掉，所以叫做非相，非非相，这种的定已经无错的相连，叫做非相。但是要佫有真微细相连，所以叫做非非相。合起来名作非相，非非相。以上所讲四相八定，就是所有一切禅定的根本基础。下面要讲的出世间禅，第三种的出世间上上禅，拢是用这做根本基础来修的。所以四禅八定嘛名作根本禅。下面咱阁小看介绍第二种出世间禅。这是三性的圣人所修的禅定，也就是九处地定。九处地定就是有九种的处地，你修的时是拢无间断，照处地来修，也就是修前面的四禅八定，各家第九个叫做灭受想定，两种九种的禅定。每一站处拢无起其他的杂念，照处地由初禅的定，一直修进入到最后第九种的灭受想定，安尼叫做九处地定。这种定的程度，得有够力量和断掉咱的烦恼，了生脱死，所以可以超出世间的轮回。这叫做出世间禅。这种禅的修法处地有四个阶段，第一是观，第二是练，第三是分，第四是修。这在天台宗地家大师所做的色禅婆罗蜜处地法门里面有详细说明。色禅婆罗蜜处地法门，色就是色界佛的色，也就是解说的意思，禅就是禅定的禅，婆罗蜜是印度话渡过苦海渡到彼岸的意思，禅婆罗蜜就是教咱安怎用禅定的方法渡过苦海到彼岸。处地法门就是在讲修禅定的处地，一站一站安怎修的方法门路。地家大师这本册叫做色禅婆罗蜜处地法门，如果是真正要修禅定的人，就应该研究参考地家大师过来人的教导，才被胡乱修修出差错来。因为咱地家是讲菩萨界顺便讲到，并不是专门讨论禅定，所以详细介绍咱都感兴起来。第三种出世间上上禅，
这是大圣菩萨专修的禅定，含挂对禅定以及理性的禅定无同款。这里面有九种的大禅定，在咱这部《菩萨第七经》里面有详细说明九种的大禅定，《古刻疏地论》里面毛说明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参考。以上是咱简单介绍禅定各赞处的名称，下面咱再来讲为什么叫做微禅。微就是滋味的微，微微可靠这只微，用这只微就是譬如讲，亲像吃过好吃的滋味，都真爱过吃，真贪恋。人不修禅定人，无法度去体会禅定的快乐。听讲世间上最快乐的感受，也就是四禅八定的快乐，尤其是第三禅，伊是快乐家会使人生起贪恋爱着的心，煞毋肯阁上进超越。菩萨若是像安尼贪着着禅定的滋味，毋肯进步求解脱，这就是贪着微禅。安尼不但未当证到菩萨的果位，连基本超出生死轮回都做未到，而且阁会堕落，真危险。所以佛才会做这条界，要帮助菩萨继续进步，唔通小看有禅定的快乐，就以此为满足，迄也是无究竟的世间快乐。菩萨要真正永远大快乐，必须爱了解出世间的法，修出世间的法，成佛。所以未使贪着微禅，把微禅当作是功德。所以这段偈文讲，见微禅以为功德者，是名为幻众的幻。这就是讲菩萨修禅定，贪着禅定的滋味快乐，就以为那是功德，安尼就叫做幻菩萨界。而且有贪着的心，有贪心起幻界，所以幻念无起。现在咱讲的人甲听的人，可能拢无修禅定的经验，所以只是粗粗讲予大家了解而已。有的人伫打坐也是念佛的时，会感觉真快活，一支香亲像几秒钟就过去啊，家己都以为那是禅定的境界，其实大部分只是小看轻安利益。轻安要不是禅定，只是小小的增调利益，咱就会感觉真快活，甚至阁会真爱出现轻安迄款感受，这就是有贪着的心生起来。对轻安的感觉嘛，袂使贪着。如果有想要搁再得到，我想要追求的心，那就是贪心生起来。贪心是真粗的梦想，有贪心梦想当然就得不到啊。平安是梦想减少，心渐渐平静清净，自然会出现的，根本不用去追求。我追求一念头，心得失去平静清静，颠倒未平安。心若是会清静平静，无想要得嘛，自然会得到，会出现，根本就毋免去想要得什么。金刚经讲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无所得的，咱哪有什么可得呢？佛性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的，也不是心得到的啊。
只要咱放下假出来梦想烦恼，本来佛性对现前，是咱一直和烦恼梦想砍掉的，佛性才袂当现出来享用利益。佛教咱乞丐，乞丐就是要放下咱的贪嗔痴种种的烦恼，一旦放下偌济，佛性的光明就现出偌济。下边讲无烦的情形，只有一种情形，就是讲，那已经证得禅定，而且有升起爱着的心，现在知影升起爱着是唔对的，得时时关照来对治家己爱着的心。虽然是要未对治成功，但是已经有要断除迄种烦恼的心。像安尼，有当时佫生起贪着，是无算违犯的。这段开言盖文讲：不烦者，为断彼果，其欲方便如前说。不烦者，就是无算违犯的情形。为断彼果，彼就是指对禅定的贪着心，断就是断除。为了要断除贪着的顽固，其欲方便，就是已经有生起想要断除的心，用各种的善巧方便。如前说，就是如同前面几条戒文开言的情形。不烦者，为断彼果，其欲方便如前说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。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，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恭诵佛说42章经、佛前大供、点灯、供水、护生及甘露施食，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，下午2点恭诵药师经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，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-86-5号，洽询电话0492561311、0492561311，南投分会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，请事先报名参加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弟子规学习班招生，开课日期12月7日起，每周三下午1点至4点，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-86-5号。招生对象：
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，报名电话0492561311，0492561311，南投分会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活取熊胆，这些熊身体被人类穿上了铁衣，无法活动，连自杀也不能。他们的身体被挖了一个洞，插入一条管子到胆，每天活取胆汁，鲜血淋漓。在越南、中国，有许多大大小小合法或私人的养熊场。养熊场里的黑熊品种多数是越熊，他们的任务是活着并提供胆汁。活熊取胆的方法是将一个金属管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，另一端露在熊的腹部外面，因为伤口裸露在外，永远不会痊愈，所以经常感染。为了增加胆汁的流出量，熊场会用特制的针管扎进胆囊取胆汁。每到这个时候，被抽取胆汁的熊都会疼得惨叫，并把自己的腹部抓得血肉模糊。有些熊因为无法忍受抽打的痛苦，会用头部去撞铁，而造成精神错乱，并把自己的肝肠内脏都拉扯出来。工人看到这种状况时，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，就是制作铁马甲，帮他们穿上一辈子，这样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杀。可怜的黑熊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，受苦致死。这种铁马甲非常笨重，把大熊的整个身体全部靠下，只有肝脏的地方开一伤口来抽取胆汁。这些穿上铁马甲的大熊在抽取胆汁时，除了惨叫颤抖，就只能拼命摇头，连自杀都无法做到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这里是一个酷刑室，一个熊的地狱。他们在这里根本无法活动，无法站立，无法转身，只能默默忍受着每天两次的活体取胆。当这些可怜的熊得了重病，再也榨不出胆汁时，就会被扔到一旁，不给食物吃，让它慢慢的死去。曾经有只母熊痛苦不堪，有一次找到了机会，首先把铁笼子敲开。熊跑出来了，快跑啊！去把自己的孩子小熊杀死，就是不愿意让小熊受这种一辈子的痛苦。在他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，这只母熊也自杀了。其实，熊胆并不是什么名贵中药，完全可以用草药或人工合成代替。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请大家尽全部可能的力量广泛宣传，坚决不买不用这些熊胆制品。Thank you.